今天把这条鱼给它杀了，这个太大了，我都弄不死它。让你帮我先把它敲晕，敲晕我再下手。你用出打我的力气，你就弄死它了，还弄不死它？不忍心，打你这下不去手，弄它下不去手。我玩玩不如条鱼。你看，被你杀才玩。我抓都抓不住，你看滑的，你看。抓不住，抓我，抓我的时候抓住，我那个没那么大。哎呦，主要是好滑。怎么办呢？这鱼都不会杀。怎么办呢？以后就杀好了我再做。啊！好黄。是不是切太大块了呀？这么大，我要不要中间把它分开？这点先给它腌上。腌上晚一点再用油炸，盐，现在我把这个鱼啊煎一下。这一次炸鱼啊没炸过，第一次炸，还好没焦啊。今天炸的鱼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我小宝回来拿了一块吃了，我还没尝呢。嗯，还可以。来哦，嘚瑟下哦，那一盆这一顿被两个娃给吃完了，看来炸的还是挺成功的哈。